极端气候及病害冲击下，美国、巴西、墨西哥等主要有成产区的产量大受影响，引起投资人对此商品的兴趣。有成之期货价格31日涨至由此合约交易以来新高。洲际交易所1月交割冷冻浓缩有成之期货合约价31日盘中一度触及每磅4.17美元的历史新高，之后回跌到每磅3.83美元。该合约今年来涨幅高达90%。Rater Capital Investment 交易员雷特在社交平台 X 发文指出，这类市场偶尔大出我们预料，有时会料到有成之涨到每磅4美元，此交易的潜在获利很惊人。有成之期货的基本面极佳，极端气候及细菌性病害作祟下，三大有成生产国墨西哥、美国和巴西的产量大减，佛罗里达产区近年受到飓风摧残，